哇，这把差点这样已经糊了吧？不过装备不适合。男团吗？早点这样进多好。 这宇宙赌男团还是很不错的。我靠，这对方子弹太高了吧，应该要输了。打死一个是一个，哦，这菲欧拉。 直接转星界了呀！这个质量，杰西你还不赌，那你就是来乱的。 这个杰西质量太难不赌了，一定开赌。我有点穷就是了。但我相信第一名应该干不过我。哦，完了，第一名不要跟我对抓吧？他好像要赌护盾的。 是没这个可能啊！不跟我对抓，你抓得过我吗？我杰西长这样嘞，他想跟我对抓哦，真假的？这么没在怕死的。 刚吃了吗？
第一名这个好像赌差雅的样子吧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他赌什么东西，看起来一阵混乱。算了，我不去猜测啦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我不需要去了解他要赌什么，我只要赌好自己的就好了。大天使。这果然就是一个赌狗宇宙啊！看看这都什么金牌，这宇宙这样金牌到底谁顶得住啊？跟酷一样、欸，真的是有个夸张的。应该会赢吧？哎、欸，过分了呀！这样一块钱都没给我跳出来，我也是服了。你这样一块钱都跳不到，妈的，你们也是很夸张，一块钱都跳不到，真服了。这有存下钱啊？对啊，有点穷。所以决定存一下钱了，不然这也可以直接拉六的。可是直接拉六，我说实话也是可以，说实话也是可以，说实话，哎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如果真的找不到 IC， 先拿差压顶一下，七连胜了，不想掉连胜啊，要不要直接升级啊？看一下，第二名打过了 ，M 开头人家打过了，应该会赢吧？好像没有特别浮夸的啊，应该都可以赢啊，对吧？看没特别扯的，想听力人丑可以啊，好久没听这首歌了，这首歌已经离开我的歌单很久了。
望杰西顶住啊。但不会输吧？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晕起来，漂亮，赢了，赢了，还好。差点打输哎、欸！这把我就应该有机会拼拼看一百血吃鸡啊！我这一季还没有一百血吃鸡过啊，我想要试试看，看这把能不能一百血吃鸡。如果可以一百血吃鸡，肯定是最好的呀。再看一下装备吧。他的造型比较虎，刚卖造型就来，对不起，不是在搞人吗？我一直服了。这个应该这把会三星，给他一个装备。后期看是要用杰西 carry 还是用那个 carry 也可以。正在搞什么？为什么抓一只达瑞斯？正在搞我是不是？为什么跑出一张达瑞斯？怎么想的？打工一下吧，我感觉这把有机会成为本季第一次一百血吃鸡，很高的几率啊！本季第一场啊，一百血吃鸡，我这季还没一百血吃鸡过哎、欸。有啦，打 NG 的时候啊，开季第一场 NG 我就一百血吃鸡了，但那个不算啊，那个有点不太算。黑书啊，不然就日本好战，黑书好一点吧。先放在他身上，等可能给船长。我想要第一张男枪，等男枪好像看不到。诺手没装啊，想让诺手拿个装啊。其他什么阵容？是时间剑，那要补秘术啊！不补秘术可能会打出他。升级好了，虽然不犯船长的话，这里就可以了。但我先低到全三吧，卡拉丁跟艾希差一点三啊，所以再低一点吧。居约来一个，没有，居约来一个太好运了，拿日轮吧，日轮挺好的。日本可以全队吃得到、啊、挺棒。大后期两护盾意义就不大了呀，干脆一点就直接换露露加索拉卡会好一些。
感谢一下只见人不见你的25颗星星啊！这游戏看来是用念力操控的。蓝宝随便追一下山好了。可以，都差一点了，打这家吧，这家比较麻烦。对这家的位置，所有人员全体往右边站一格。给我先干死他，就不打那家，可惜了。但没关系，这家我们好打的。这游戏真好玩，再一个日轮。这个游戏真的好玩啊，我只能这样说，真的很好玩。对这家，他偷换了，但没差。他刀妹，刀妹走恶心也不用卡，卡天使吧，牙刷那什么卡不到就不卡了。21连胜，满血吃鸡。我下一季台服打完之后，我会打美服，然后会以美服为主了。跟大家讲个预告啊。哦，我家还没死，我让他死了，想要多低一点，全部三星，再升级。应该是满血吃鸡了啦，没意外的话。我看不到他们翻盘的希望。我现在去躺着再回来，我看我应该都吃鸡了。对啊，没有家能赢我、啊。怕他们下一回合直接全部暴毙啊，所以低一下。希望可以多撑一回合啊，不要这样死了。都是他卡着我这个，害我没办法活、啊。
游戏结束。哎，孤独的寂寞、啊。感谢一下胡文瑞的300颗星星哦，晚上好。